紫菜冬粉，紫菜冬粉卷。小小一个，很可爱。昨天新买的葱抓饼，这个很好吃，而且又很便宜。今天在厨房吃。准备收拾。现在快11:30。
吃饱了，超级饱。
好多我比较洗的，洗好咯，这我妈妈给我的，但是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那么多香蕉。